需要大家注意的。然后凯里本来还有个内网生存实验，想跟大家演示一下，算了，不演示它了。然后要注意什么呀？注意防火墙，对不对？啊，防火墙要注意，防火墙的各种操作指令，我在这给你放了一个。然后下来要整理一个东西，resource 和 EW 的流量特征。比如说现在除了木马利用工具那四大工具，钉钉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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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同的流量特征，还要整理 result 和 EW 的流量特征，行吗？哎，嗯，对，麻烦的吧，反正你都是咱们常用工具，都是常用工具啊。对，这个流量特征整理下来，比如说他发一个请求数据过去，请求数据里面携带哪些特征数据啊？就是别人一检测这个特征数据，能检测到它是 result 再连接，好吧？把这个流量特征数据都整理下来啊，一定要整理下来，去网上一搜都有啊。行，将来这些工具用的时候，其实流量特征是归流量特征，人家真正要攻击你的时候，这些流量特征不可能让你检测到啊，所以说人家都会改修改啊。不是，检测到会报警的，安全设备会报警的，直接报警了，还 result 连接，对，告诉你是。行，我停下视频啊。